说出分手，你不曾开口，答案却写在脸上。我不敢抬头，怕你真的说走就走。回头一次，心痛一次，悲伤的容颜结冰的湖面。不要问我会不会流泪，只要问天会不会下雨。回头一次，心痛一次，无言的凝视深情的终结。不要问我雨会不会停，失去了你天不会再晴。伤的容颜结冰的湖面，不要问我会不会流泪，只要问天会不会下雨。回头一次，心痛一次，无言的凝视深情的终结。不要问我雨会不会停，失去了你天不会再晴。该走的路太长，该想的事太多，该忘的人是你，不懂的人是我。昨天放了些什么？弟妹去世有六年了，我可以去上香吗？我可以打个电话吗？丽琴的，嘿，好啊，好啊，哎，家里呢？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请妈妈听电话。妈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好，好。一伟，妈请你听电话。喂，是，我是一伟。妈，您好吗？我很好。是，对，是叫晚上。是，妈，您别哭啊。好，好。那我马上回来。
我马上回来看你。对，好，再见。这个是你跟万山的机票，手续啊，我都帮你办好了。万山，刚刚跟你奶奶通了电话，奶奶要见你。奶奶也要见你是吧？大哥啊，谢谢你，我真很高兴，我突然间有个大伯、大伯母，还有奶奶，我真的很高兴。爸，你说是不是？对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把妈接出来，谢谢你让我还有机会见到妈。哎呀，谢我什么呀？只要你不生我的气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万山，你知道你设计的那个楼中楼为什么在设计上一改再改吗？本来是送给你的，你自己爱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。后来啊，是你奶奶跟我说。说我要是到台湾去，我住在哪儿呢？我才又想到那个楼中楼，所以啊，叫你一改再改的，要改的适合你奶奶住的环境。原来是这样。郭大伯，那栋房子我们不能接受，这里就已经够我跟我爸两个人住了，所以我看一下好不好？那个房子就留给您到台湾来的时候落脚的地方，而且不止您啊。就是大伯母还有奶奶来的时候也都可以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也好，暂时就先这样。新 case 啊，嗯，好啊，恭喜恭喜啊！不用了啦，你利用晚上收拾行李好了，嗯，要等你回来再说好了，好，好，再见。爸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跟我说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反正有什么消息。你都是先告诉别人，我听到都是二手消息。哎，你吃醋啦？我吃什么醋啊？女大不中留。好吧，好吧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。我跟你说真的哦，我都没有想到我的手居然能够拉胚嘞，而且我现在的作品绝对不输给以前的哦。那你打算在哪里工作呢？嗯，你不怕？妈，那是意外。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在哪里跌倒，就要在哪里站起来。我今天站在陶艺社的门口，我也有份恐惧感，可是我克服了。我克服了恐惧感，而且能做出这么好的作品，再加上老板的赏识，要我马上加入，这些都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。妈支持你，只要你觉得是对的，妈永远支持你。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。只是那个陶万山，我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。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女儿交给他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等他从马来西亚回来，我家特别来拜见你。拜见我？除非我是他的岳母大人，否则他干嘛要来拜见我呢？嘿嘿，看来你打算嫁给他了，妈。喂，哎，李叔，好好好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啊，现在。你说吧，你吃饱了？吃饱了，你可以说了。年初我发表了一篇论文，美国方面很感兴趣，希望我下个月去一趟，一方面做研究报告，一方面演讲。
要去多久？看自己决定。那你想去多久？我想先问问你，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？我。你考虑考虑。也许我太自私了，我一直希望能把你带在身边，也想借这个机会能带你出去走走，就当是我们提早蜜月旅行好了。不太好吧？你考虑考虑，决定了尽快告诉我，因为走以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决定。千交代万交代，一定要我带东西来，要不然会失礼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呀、啊！要是你爸不交代，你就不做了。不是不是，我来看你嘛，我带了一颗诚心爱心来才最重要。因为我带东西啊，你们不喜欢，就觉得我太浪费了；带少了呢，你们嫌我小气；带太多了，你们又嫌我浪费，所以。谬论，你分明是不想花钱。啊，不是不是，这个钱该花怎么花嘛？一起为了你，我是一分都不会吝啬的。你还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。好的啦，不管是说的还是唱的，哪一个好听？我只想问你，我离开这几天，你会不会想我？你说。结婚好不好？结婚好不好？等我从马来西亚一回来，我就请我爸跟李主任来府上提亲。太快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还嫌太慢呢。妈，家里有客人呢。哎，这位是陶万山。是，伯母您好。嘿。你好，请坐吧。谢谢。妈，李主任呢？哦，他回去了，因为有一个急诊的病人。是李迪李主任吗？嗯，他追我妈追了30年。真的啊？一会儿再告诉你。你明天不是要出国吗？是。去见我那个从来没见过奶奶，啊，真的太好了，恭喜啊！听子林回来说，我们都替你们高兴。谢谢，谢谢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再说一会儿嘛。过了，明天一大早我要去机场。哎，
一路顺风。伯母再见。再见。我明天再打电话给你。他的脚装了一只了，还能走吗？对呀，装了一只，一点都看不出来啊。在想，你真的会嫁给他吗？现在谈这个太早了吧？你担心什么？妈是想，你嫁给他会不会太委屈？你应该交一些正常的朋友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不过你放心，如果我要嫁给他，绝不是因为我自己这个样子。有个人愿意娶我都已经不错了，而是我真的爱他，跟他谈得来。尽管他是缺一只脚，还是缺一只手，他永远是我的依靠。妈，我不会看清我自己，随随便便找个人就嫁了，也不会因为有个四肢健全的人愿意娶我，我就嫁了。心最重要。对我的心最重要。你这么说，妈也就放心了。你们聊，我进去慢慢的看哈。哎，爹妈，你在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拿卫生纸哦。你神经了你，什么嘛？哎，怎么样？开不开心啊？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不要下次把我赶出去就行了。啊，哎呦，这么大一把我。喂。啊，你今天要回来啊？那你爸呢？好好好，我去接你。你放心，我现在不但有车子，我还有司机呢。哎，你们真的要结婚呐？知道哎。你不是说他要是回来了，就要到你家去提亲吗？那也得等他爸爸回来啊。
大叔家，要够压力嘛？来来来来来，签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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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好了啦，你们两个，别在我这孤单老人面前那么的亲热，可不可以呀？签好了没？啊？做好啊，别摔出去啦！不会，才不会呢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忘记了，你们两个是被蜜糖粘着了。 所以呢，才不会被摔出去，对不对啊？我看啊，得赶快给方路介绍个男朋友才行。嗯，在说什么？那我说你帅啊，车子也帅，只不知道该介绍男的朋友给你呢，还是要女的朋友给你？啊！干什么？夏夏，人家跟你开玩笑的啦。哎，我就是生气。好吧，好吧，你知道你帅哥男友行。 是是，可是你没有给我发票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哦，很抱歉，因为以前都是我父亲在负责。嗯，这，好好好好，我再查查看啊。好，我再打电话给你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哎，我这头降了，你看我要设计制图监工，现在还要当会计，我一打开老爹的账本，我没一项看得懂。 你别急嘛，让我看看。喂，父子兵设计公司。啊，是是。啊，对啊，厨房改20乘20啊。哦哦，请请请请请。好好好，那。 那这样子，等我问过屋主以后，我再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好，谢谢您啊，谢谢谢谢。你呀，太没有耐心了。其实你只要费点心仔细看，陶伯伯记的账啊，一清二楚。 不晓得，但是觉得可以请你帮忙吧。所以我一点耐心都没有。子林，这几天我比较忙，你是不是可以过来帮我几天？我？那我的陶艺课。这样好了，以后我每天早上先去上陶艺课，下午再来帮你整理账目好了。哎，那太好了，只要你愿意，怎么样都可以。陶波什么时候回来？昨天他打电话来说，他玩很乐。 <笑>他从来没出过国，这下他可以带着机会玩了。趁着能走的时候多跑跑总是对的。我奶奶一直要我带你去让他看。他看到我会不会吓昏呢？才不会，我都已经跟他说过了，你是遭受意外才会变这个样子。他还要我好好照顾你，爱护你。
开始担心了，傻瓜。我喜欢就好了。留这包东西要给你。支票哎，那你看，吃过了吧？嗯。要不要先洗个澡？不用了。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我突然觉得自己好重要，好有用，好多人都需要我。妈也需要你啊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说这个话？妈替你高兴啊。现在就等你找到婆家，把你嫁出去，妈也就放心了。你放什么心啊？你是我妈耶，你这一辈子都放不下心的。可是总有一天你会离开妈呀。妈，就算我结婚，你也随时可以看到我呀。可是，妈，总有一天也会离开你呀。妈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嘛？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妈很矛盾，不知道该不该这么做。什么事啊？你说来听听啊。李叔发表了一篇论文。美国方面邀请他要去研究和讲学，他希望我能陪他去。太好了嘛，你应该答应他呀，你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你妈这么多年的心愿，这不就是你这么多年的心愿吗？你们现在不但不会有任何阻力，而且还会有很多祝福声。妈，忘掉过去的阴影，重新开始你们的新生活吧，我祝福你们。不会太迟吗？不迟，一点都不迟。可是我放心不下你啊。你放心啦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尤其经过这一次的意外以后，不会有比这个更坏的了，只有更好。我可以看到我的未来只有更好。妈，你放120个心，而且啊，我还要风风光光的把你给嫁掉。别发神经了，老都老了，不做新年一套。我还是要先考虑考虑。考虑什么？考虑先把你嫁掉啊。我是什么？真的啊？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人就在我这边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谁？电话？我。对，接。喂，是我就是演讲。什么时候？可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耶。还有座谈会啊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对不起啊，你这个电话来得太突然了，你让我考虑考虑好不好？我再给你回电话。哎，是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太棒了，芷玲啊，你又可以发挥你的长才嘞，就像以前啊，你站在讲台上，我看你演讲一样，你好神气，你好威风啊。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啊？哎呦，这些日子以来的种种心路历程，就有的你讲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芷玲！哎，对对对，这个什么？放在这儿。还有，哇！哎，你看，如果我们每一桌都放一个这个东西的话，这个店会不会丰富多了？哇！哎，芷玲啊，你蛮有创造设计的天分嘛，自个儿做的吗？那当然。完美。哎，芷玲啊。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啊？什么？很有气质的味道啊！少吹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怎么才来一会儿就要走？雅婷，她被学校推派演讲比赛，我要去帮她拟稿子啊。
而且待会还要到万山那里去帮他记账。嗯，你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喽。那当然，哎，这种感觉还真好哎，不但有被需要的感觉，而且还能够贡献一己之力，你是不是很充实啊？帅毙了！看他这么开心，我真的好高兴。今天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来拜访。
其实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了，因为前一阵子我跟我哥哥到马来西亚去看望母亲去了，所以呢又耽误了一点时间。我们家万山呐、啊，他急得不得了，直催着我赶快回来，要我马上帮他来提亲呢、啊。是啊是啊是啊。你母亲还好吧？啊，很好。哎，真没想到，快90岁的人了，身体那么硬朗啊！啊，这次我是跟我母亲分别35年来第一次见面的。恭喜恭喜，那太好太好了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赶快出来嘛！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，对不对？才不呢，只能一语都不丑。没关系的，方露啊，直来直往的，口没遮拦，他说话都没恶意的。哎，叫你呢，大伯。哎，大伯，你说。哎，还少一个哎。子林啊，今天呢，我带来说好要给你一个惊喜，所以事先没让你知道。我身体轻，李叔叔是个美人，也是事先经过你母亲同意的，所以我才代表男方正式来提亲。但是这件事情呢，还是要经过你的同意才行，要你点头。事情才好办，你说呢？志莲，万山的为人你也很了解了，我呢，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，如果你能嫁到我们陶家来，这真是我们陶家的福气呀！我跟万山两个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，啊，这一点。也请叶太太，您绝对可以放心。啊，是啊，叶小姐，上次我们虽然见过面，可是没聊什么。倒是易伟跟万山呢，常提起你，觉得你是一个很难得的好女孩，所以我们都鼓励万山呢，无论如何要争取你做我们陶家的一份子。在恐惧不安孤独中度过，他的后半辈子就交给你了。只要你对我妈好，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。不用你说，那是我早在30年前就该做的事了。到你未来日子慢慢的明白。怎么了？万山，恭喜他答应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太意外了。是我们故意给你个惊喜，吓到你了。只有一个要求。你说，你说，10个要求，100个要求我都答应了。我们公证结婚，我不要穿白纱。为什么？法院公证结婚
简单又方便，而我的脸不适合穿白纱。可以，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。我也有一个要求。什么？我们一结婚就到马来西亚去看我奶奶，她老人家不敢坐飞机，可是她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去看她。怎么？有什么事不开心吗？嫁给我这么痛苦吗？你知道我多爱你，多依赖你吗？我知道在我生命里，在我未来的日子里，不能没有你。你相信吗？25年前的舞会，我遭叶鸿昌强暴，我对不起你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面对你，所以我就开始躲你。没想到我怀孕，叶鸿昌又不断的纠缠，并且恐吓我，如果不答应嫁给他，他就当面告诉你，并且要大肆的渲染我在舞会上勾引他。为了我自己的贞洁跟孩子，我只有强迫我自己嫁给他。到了孩子出生以后，我不愿意跟他同房，他就百般的虐待我，并且说孩子不是他的，他要把他弄死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活在恐惧。他不是强迫我履行夫妻义务，就是把子林绑起来用香烟去烫的。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消失，
我常常会在梦里惊醒，所以只要看到有人抽烟，我就会躲。然后我看到那小女孩被打，我就想到从前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在美国碰到密斯刘的时候，他都告诉我了。那段时间也好在有密斯刘帮忙，要不然我跟子林就活不到今天。万岁，万岁。万岁，子林是个好女孩，她过去的苦难是由我们父母所造成的，未来的日子就全靠你们，你要好好的疼她，爱她，好吗？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。Thank you.